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晚上好啊！好，先看网上的问题啊。我和几个居士去请僧时遇到缺秤短两现象，有一家有德性，所以我们总是请这一家的善鱼和泥鳅。我们到那家请僧，由于放生数量稍多，有时善鱼和泥鳅不大够，业主有时帮我们到市场别家修来收来，是否不知是否如法，请慈悲开示。啊，这个放生主要是培植我们的慈悲心哦，啊，这个随分随力，啊，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世间法去买东西嘛，啊，还是要这个货比三家，啊，这个把那些啊价位比较合理的，啊，这个能够采购上。啊，及时的把它放到这个江河里面，这个过程当中呢，给这些鸢飞鸾动之物做点三皈依，念念佛号去放生就可以。啊，那这个买卖过程当中，只要是公平的、合理的，啊，这都可以，啊，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在请僧时，我看到那些生灵残忍的被杀害，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于是就想救更多的生灵。请问，这是不是贪念？啊，这倒不是，这是你的慈悲心的表现啊，倒是个很好的现象。啊，人都有恻隐之心，啊，悲悯之心，啊，如果我们是真的意识到一些动物啊，这个鸢飞鸾动之物都有佛性，都是我们生生世世的啊六亲眷属，所以看到他被杀害，我们就有一种啊同体的悲心显现出来，于是就想救更多的生灵啊，这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善念啊，是好现象。但同时要思维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想救更多的生灵也是啊能力不够的，所以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能救更多的生灵。你怎么救呢？你看到那些泥鳅啊、青蛙、鱼被宰杀，大量的捕杀，哎，最好的方法还不是把它买过的放到江河去，紧接着又被人捕捉上来呀，又会成了人的啊桌上的一道菜呀，啊，所以你最好能够啊有能力啊，也跟他同样的形体啊，用同样的语言宣说净土法门，让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有能力啊，如果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悟证无生法忍，就能分身六道，跟他一样的形体，说他同样的语言，来教化他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所以还是走这个赶紧往生净土的路啊，这个世间随分随地的做点放生的工作。好，第三个弟子去年有次去五台山给孩子开智慧的机缘，有幸遇到佛法。在去佛母洞的路上，有一位出家的师父吃惊地指着我说，我是仙道之人。他旁边的比丘尼也很吃惊，不像开玩笑。如果这位师父要有开天眼通，是否他会看到？如果这样，弟子就不能往生了。但我每天还在求生净土。可是弟子在五台山，当我拜佛时，也
看到花开见果，而且周围只有我和孩子，就好像佛菩萨在冥冥之中在指引我一样。弟子因此好困惑，想给予开示。首先，如果你遇到佛法，要了解佛法的真意何在，就是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引发我们的慈悲心，对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境界都视为梦幻泡影，一切虚假，没有留恋，自诚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果。你要建立这么一个自见，你可千万不要去求什么，求智慧，求神通，求这个求那个，你一有求心就会碰到这些所谓的比丘尼呀、师父啊，说你是什么呀，是不是他得到天眼通啊，证到什么，你就好奇呢，就崇拜呢，就能很容易出问题这方面假冒的人太多，尤其一开始就跟你讲你是从哪道理来的，你是什么什么，讲这些很玄妙的东西，很玄乎的东西，你要高度的警惕，这种人可能就是要引你进入他的圈套了原来我在北京的时候，八大处也有很多居士去了就有一个居士被骗了，他也是个比丘尼，他说看到他他说你家里有情况，说的有情况，说你家里有东西呀、那个东西不去掉，那你家里有这个灾那个灾呀、就恐怖的。他一听家里有东西，他都能知道，肯定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人呢，赶紧对他顶礼，把他恭恭敬敬请到家里看看是什么东西，他能解决问题。这个比丘尼咣当咣当一去东看看，念念咒，念念有词，东翻西翻，真的从床底下弄那个东西出来大概是个比较大一点蟹子还是什么，他一看，那么你看看，你这里还真的都有东西真的有东西，这个他就对他更相信了那有东西，那这个东西怎么办他说这个东西幸亏我发现了，要么你在家里能动动，你家里有这个灾那个灾这样吧，我现在跟他超度，跟他超度呢，我把他放到五台山去超度，我也不要你什么钱了，反正这个路费这个5000块钱都你出就可以了他真的赶紧出了5000块钱，这个比丘尼就走了事后人家这个手法是常常这个被一些人使用的，就是他自己弄个什么东西，咣当咣当像变魔似的变个什么东西你看你家里真的有东西我要超度，到九华山超度，五台山超度，有时候开价开得很大超度需要不少钱，那就给个2万块钱算了吧，本来要3万块钱，我给你便宜1万块钱，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这个太多了你千万不要一听你是什么道的人怎么回事，老老实实好好的这个学佛要平时不要去寻求那些怪异的神奇的什么什么东西好，听说在家居士不可以上品上身，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么在家居士最高可以什么品位往生？要怎样做？最近老是突然间升起傲慢心，感觉我修得比别人好，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还管不住自己，应该怎样对治？这个念佛往生的3倍9品的位置，是
看他信愿持名的这样的功夫。这里没有严格的说啊，非得上品上身啊，居士没有分，不是这样啊。韦提希夫人就是上品上身，他可就不是居士嘛啊。那个无量寿经会讲，上辈往生要舍家弃欲行做沙门啊，因为他所对机的无量寿那个法会上大部分都是出家众，所以他是从比例高的来看还是家众啊，上品上身的比例会高一点，但是不是说啊居士就不能上品上身的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善导大师在讲啊上品三辈的时候，是大乘上善凡夫，就具有啊发菩提心啊，修那种三心三行啊这样的上善凡夫都能往生。这里并没有说非得是啊出家人的身份，他没这样说啊。所以你只要啊这个发大心啊，这个行大恨啊，这个以上品上身作为自己的目标啊，凡夫众生啊都是可以达到的啊。但是确实无论是出家在家，要做的上品上身可是啊这个时代挑战性很大啊。上次我们讲啊，这个怀玉禅师，唐代的怀玉禅师一生求上品上身，他可是一天五万声佛号，阿弥陀经念了三十万遍啊，而且夜不倒单啊，怎么啊这么精进勤苦的修行，到临命终时还是上品终身的瀛台来接的啊。最后他再拼命的念了三七天才上品金刚台来迎啊。所以这个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拼了拼命啊，这个一生去做也是渴望达到的啊。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平时一点啊，我们现在能够往生就好了啊，能够往生就啊。你可不要看到金刚台没来，是银莲台来了你不去，那你还赶紧去再说啊。之所以傲慢心啊，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这个慢是来自于我慢啊。每个人都有傲慢啊，你就看那个乞丐，这个到那个程度他都傲慢啊。你看看我还敢去讨钱呢，你还不敢去讨了，他都傲慢啊。阿 Q 精神啊，到临死的时候画那个一样，2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啊。你看这个我画圆画那个画样画的多圆呢、啊、你画的这么圆吗？他都是这都没办法的。这种我们就是烦恼啊。你真正有修行的人正好他是惭愧的，他有惭愧心啊。越修行越好的人就越有惭愧心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净土宗祖师啊都给我们做个表范了。你看这个印光大师就叫常惭愧，深常惭愧啊。这个善导大师也有两句话常常说啊，这个常怀惭愧啊，仰谢佛恩，自己常常怀着惭愧心自己不行，然后又对阿弥陀佛的恩德有种感恩啊，这种心态是比较好的，这就是修道人的心态啊。你这个一天到晚我慢，你看看我念了5000声佛号，你只念1000佛号啊，我吃了素，你没有吃素，你一天到晚把你一点小小的成绩跟人家啊不足的地方比，当然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了啊。但是你跟这些古往啊今来的这些圣贤相比，我们简直就是啊连草鞋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再怎么修行，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啊，一定是常怀惭愧比较好。最近这个
这个英文读音叫什么啊？这个反正就猪流感了，是不是啊？这个喜欢用一个英文的符号啊，病毒肆虐，人心惶恐。古人在灾难来临之际，往往反攻自内省，省察自己的过失，请问这有道理吗？而墨学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可能没有什么影响。有师兄告诉我，天降异象是由于人心不善的对应，而且感应的道理非常精确，请问法师，他说的有道理吗？啊，在这个时代，可能每个人都有一种恐惧、不安感。啊，确实，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国与国家与国家之间，种种的憎恨、竞争、摩擦、紧张，是呈几何级的在身上。也是我们的外面的环境，气温的升高，这个生态的失衡，物种的急剧降低，以及种种瘟疫的流行，也是不断的在，冲击着我们人类已经很脆弱的生存的底线。所以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这种忧患意识确实一切外部的灾难都跟我们有关系，都是人为的，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人为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观念。那么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出现不如意的时候要从自身找原因，要反省自己，不能怨天尤人，不能仅仅这是自然的、偶然的，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中国人离这种古圣先贤的教育已经非常陌生了，从来不知道反省自己，也是从来没有内心有个重大的调整。一切灾难都来自什么？来自我们恶念，来自我们的恶行，来自我们的恶业。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有个根本的改变，我们的这苦难就了无尽期呀，所谓无尽的苦难的历程呢，苦海无边呢。所以要唤醒这个沉迷的在苦海当中沉沦挣扎的众生，我们一定要在苦难当中要面对它，要反省它，既然是我们的行为造成来的，我们作为责任主体绝对不能推诿。这些无论是这个疯牛病禽流感、猪流感，我们对待动物是什么态度？我们对这么动物这么残忍的话，难道它不会反弹过来吗？如果我们人对这些动物有慈爱之心，能保护它们，哪怕是即便要杀它的时候也要有一种尊重的心在里面，我们可就不跟它比较和谐的相处在这个地球上吗？人到了这种对动物弱小的动物，他们有一念的保护意识，他因为人很强大嘛，以强凌弱，这种残忍，他是真的是人不是万恶之灵了，人是万恶之首了，人本来是万物之灵的，既然是万物之灵，你应该要对这个所有的物种起一种保护的这种责任。现在你以万物之灵的资格，你把一切动物植物尤其是动物作为你餐桌上那个菜这些东西一定会反弹过来的。人的贪欲太厉害了，这个时代
啊，所有苦难的根源都来自于我们的永无止境的、永填不满的贪欲。啊，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怎么节制我们的欲望，怎么培植我们的仁爱之心，对一切动物乃至对一切医报，我们都有同体的观念去对待它。我们要过一种合理的、有节制的生活，不能放纵我们的欲望，啊，来破坏自然，来灭绝物种。最终，所有的物种灭绝的当下，啊，人也活不下去了。啊，比如猪流感问题，包括这个艾滋病病毒问题，它可能在某个依存在某个动物身上的病菌，它几万年、几十万年都能够和谐的。但是如果这个物种被人类灭绝了，它的病毒就转移到人身上来了，也转移到人身上来，但人对这个病菌它是陌生的，啊，所以呢，它就会致命。啊，所以这些啊，我们啊，回归到因果的观念、善恶报应的观念，啊，一定要善因。存好心，啊，这个来扭转这样的共业，即便共业扭转不了，我们也要怎么样？也要在共业当中获得一种别业。从自身找原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我们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气量，这很糟糕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气量，没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他以后的灾难会不断的。啊，去年的那些报道当中看到一个，啊，一个北京的一个女作家，她去做义工，到汶川做义工，啊，结果她跟一个11岁的，啊，小女孩，啊，就是她侥幸逃出来了，没有死亡的小女孩。去关爱他，跟他交流。那小女孩忽然有一天对他说，他说这个阿姨呀，他说这次地震跟我有关。这个小女孩说这次地震跟我有关。哎，这个女作家说怎么跟你有关，她就好奇，哎，怎么跟你有关啊，因为他还说我现在想写文章，我要把我的心理写出来，为什么我这个地震跟我有关。好，那为什么有关，这个小女孩说的这个很直朴的话呀，啊，确实啊，她说我平时啊就不愿上学，每到校门口的时候我就会有个念头，希望这个学校被炸掉啊，她是常常有这个念头，哎，结果你看我的学校真的就被炸掉了。就是他平时有这个想把学校炸掉念头，结果他真的是地震全都炸掉了，所以他就一个小孩一个很童真的心就把这个因果给连上了，所以这个被炸掉的这个学校的地震跟我有关。哎，这可不是吗？一切事情都是跟念头有关，可能一个小女孩的念头你都觉得微不足道，如果那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一个恶的念头呢，他就可以惊天动地嘛。惊天动地的地震是跟念头有关系的。这是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搞科学的人，他不会承认。那为什么偏偏发生在那个地方啊？啊，所以这些啊，要严峻地面对自己。我们人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因为人知道自己很丑恶，所以他要粉饰，他不敢面对，就像人不敢面对死亡一样。但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人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丑恶，面对自己的邪恶，然后在这里我们要痛下一刀，要改恶修善，这才有旋转乾坤的契机到了。如果你还想远远回避、粉饰、
都是自然的，都是偶然的，都是他没有自己的问题，完了。现在我们粉饰的太多了，连这么一个巨大的灾难，他都可以粉饰成一个高唱凯歌的东西啊，到处去讲经验的东西，到处凭英雄模范的东西。这个哀哉呀，真是。好，请看下面。弟子是一名在学大学生，对于佛教中的普佛回向有些不解，花钱住普佛对病人或亡灵到底有多大作用？如果只要花钱住普佛就可以得到大的利益，那么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由此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都说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那么又怎么理解回向呢？我参加佛七时，好多人都要我分出部分功德回向给他人，部分功德啊，你还小气了一点，应该全部功德比较好。请法师慈悲开示回向的原理，回向的功德是否会量化？即被回向的人越多，是不是每个被回向人分得的功德会越少？啊，请慈悲开示。啊，你在做数学题了啊？你作为大学生愿意思考，这很好啊。这个有一点你要了解，佛法常常有句话叫不可思议。何谓不可思议？不可用我们的逻辑思维去思，不可以用我们正当的贫乏的日常的语言来表述，它有超越我们凡夫时空语言思维的这么一种神妙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超越的东西。好，在这里我们来理解普佛，我们会早上会做消灾延寿的普佛啊，下午会有一个啊超度亡灵的普佛，有没有作用？如果没有作用，就不会有人来做普佛，我们寺院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绝对是有作用的，它的作用来自什么？来自感应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做消灾延寿普佛？因为药师如的发过十二大愿啊，他的愿就是要救那些有病苦的啊缠绕的众生，你只要向他去求，但一定要求，这里有个感应，他的愿成就的你必须要去感，他的愿力才会应啊。那么通过一种形态让这个僧团出家人他的感应的心比较强一点啊，他就能够感通这种力量啊，加持到这么一个啊住普佛，他要住要写他的名字嘛啊，还要写一个书文嘛啊，最后住完还要把它焚烧嘛，这就是告知嘛啊。那么住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但怎么样，东林寺一般住普佛啊还是很灵的，很管用的啊。那这桩事情是真实不虚的啊，这里跟这个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不，它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是讲个人修行的一个因果，你断一份祸正一份真，它有这样的。但实际上佛教当中还有一个跟超越这样的一个因果，就是把佛的功德直接接纳下来，顿然的得到利益的因果，这就叫妙因妙果啊。所以对这一点你不要去加以怀疑，这就是以神道说教，神妙的道来施设教化，它一定是管事的啊。那之所以回向呢，回向是回是回转的意思，向是投注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住平时住的无论是啊
这个放生啊、吃素啊、念佛啊、诵经啊等等这些，如果你不做回向，它就自然的有它的因果法则，就得人天福报。但你做一个回向，我把这些人天福报的有漏的这个福德，通过我的回向，回向三个地方：回向实际实相、回向佛果、回向众生，啊。那么我们回向一般在净土法门就直接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你这个回向是要培植我们的大悲心的，这种回向是要把我们的心量扩大的。所以你要了解到我们跟一切众生同体的话，你就不会吝啬你的功德。我要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离开苦海，都跟我一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那你这一念的这样的一种回向，随着你的心量的打开，你的功德也就大了，啊。但一般人会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修点功德，我给他回向呢，我可就没有了吗？我可不就吃亏了吗？啊，这还是一个我执啊，这还是凡夫的世界呢。你一定要建立跟众生同体的观念。既然是众生同体观念，众生得度了，我也就能得度嘛。啊，净土法门说，当一个人你由于你的劝勉，那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你也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体的，啊。所以啊，这个学佛就要冲破我执，这个回向也是超越我执的一个表现，我执我见狭小的这个吝啬的心。啊，这些都是我们修行的障碍。啊，我们看看现场几个题目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近一段时间，弟子用印祖文钞开示的十念计数法，从一至十是用一口气念的。但听说不能长时间这样念，对身体有害。但是换了别的方法，要么就昏沉的不行，要么就念不下去，怎么办？第二个问题，莲池大师发愿门，弟子能念吗？如果没有发那么大的心，念呢是不是妄语？啊，印祖讲的十念计数法，你要。这是根据我们的心特别散乱啊，妄念波翻浪卷，印祖就用他的几十年的经验总结了一种对治的方法，就是你念一句，心里记一个数，啊，一在南无阿弥陀佛，心里记二，啊，南无阿弥陀佛记三，哎，到了十再倒过来，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这个技术不是要你一口气念的。啊，这里跟呼吸是没有关系。一口气念是什么？那是慈云忏祖他提出的是十念法。十念法就是你吸一口气到腹部，啊，随这口气一口气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完，念完再吸一口气，一共念十口气。哎，这样你不能啊，这就住啊，不能常常住。做多了就会伤元气，但你这个你念印祖的这个，他不要求这个，你只要自然的呼吸南无阿弥陀佛，心里就会异地当真记忆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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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句，啊，你就念清楚记清楚，他就能摄心。他实行就是你当你心跑的，你计数就记不下去，啊，计数一记不下，你知道心跑了，再把它拽回来，你又开始从啊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样的开始记过去，啊，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非常好，啊，非常好呢，你可以念。发愿文就是把我们的菩提的大愿发起来嘛，啊，比如这个莲池大师发愿文，弟子某某啊，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啊，求一乘菩提道故啊，专心持念阿弥陀佛，齐生净土，
就是我念佛，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什么？是为了成佛啊，一乘菩提道果，是为了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来专门念这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一下子心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法界众生，为成就大乘的佛果来发愿啊。然后这个总愿发愿呢，然后又说自己啊，这个业障障身慧浅呐，染心一直尽得难成，尽意佛前啊，翘前无体啊，这个啊，来忏悔啊，他紧接着忏悔，忏悔完了发四弘誓愿，然后再祈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等等这个过程，这发愿文很好啊。但是发愿文你可不要说这个是妄语啊，你没有，这就是用这发愿文来带动我们的愿也要这么大啊，也要这么大呢，这个你慢慢子哎，这个心量就大起来，你这个愿是可以发吗？我念佛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成佛度众生吗？你这念心有，这不是你的妄语吗？啊，即便是暂时没有这么大心，暂时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发愿是你未来的事情嘛，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说我要做医生啊，做大夫啊，那你不能说他打妄语啊，啊，你不能说啊，那给个病人给你，你能治病吗？啊，那显然他治不，他是小学生嘛。啊，但是他小学生我发了愿，我要做大夫，我要做医生，他就会努力学习嘛，这个愿就会促使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嘛，啊，他以后高考就会考医学院嘛，啊，哎，慢慢子这个愿就是他的动力，之后等到他医学院毕业，他就可以啊来有能力做这个事嘛，啊，所以我们天天发要度众生的愿啊。度啊，众生无尽誓愿度，你可不能讽刺他。众生无尽誓愿度，你家里人都度不了，你怎么？哎，他确实家人度不了，家里人是最难度啊。最近我看到很多家庭呢，你还度家人，你跟家人说啊，得了吧，你人看你的德行呢，人模人样的装的人，你真的就没办法讲，是吧？太了解了，太熟悉了，太亲热了。这个烦都有烦恼习气了，他就会觉得你得了的这个，啊，少讲一点，啊，所以度家人不能度，啊，这很不好度，啊，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啊，虽然不是我现在水平，但我朝这方面去努力嘛，啊，你这不能说是打妄语，啊，应该这样。有专修净业的在家居士，已在东林寺受三皈五戒，并参加东林十日百万佛号闭关，深信净土。回到北京后，考虑辞去教师职业，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在与该培训机构师生互动时，即为他们的一些与佛法相违背的邪知邪见而悲哀自己，也很痛苦。每次回来后心绪不佳，不利于修法。请问法师，作为一个在家居士，在工作如何择业，生活中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合格的敬业行人？世间出世间，缘弄无碍，自信交他性，请慈悲开示，以便出学。学佛重在改变心态，改变知见。你可千万不要轻易的改变你的职业，改变你的日常的生活，啊，这样你会自己自寻烦恼。你做教师，你就做好你的教师嘛，你去辞职干嘛呀？啊，你不要对一些职业哦，心理咨询就怎么样，啊，这些东西，西方式的心理咨询，它是建立在它的逻辑思维、它的实验，尤其它比较注重量化操作，啊，那些东西实际上最终都解决不了真正的心理问题的，啊，它必然会有跟佛法不一致的东西啊，啊，
所以你迈出这一步，首先就有点草率，有点草率。实际上，你搞心理咨询以后，真的是把佛法学到了，啊，这个佛法它的那种这个对心理现象的剖析，是远远超过这个世间的任何心理哲学的，啊，原来我在学校我也是学过心理学的，啊，这个都是很表层的。这个操作性太强，啊，治表皮的东西太多，啊，所以还是我们东方圣人的对一种心理的剖析，以及取近人情的一种对治的方法，才是最有智慧的，啊，所以你这个啊碰到些邪知邪见，这是你自己这个做了一些不恰当的选择，啊，所以你还是这个。敦伦尽分嘛，平平常常，你是什么职业就做什么职业，啊，这个平时有时间做点早晚课，啊，这个有很多一学佛的人，他就一下子搞得非常猛，啊，这一猛的话反而出问题，还是平常一点，数位而行，啊，这个有时间多看点净土五经一论祖师的著作，啊，能够做点早晚课。啊，相信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啊，我现在建立信愿持名了。啊，你还参加百万佛号闭关了，这已经获得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船票了，随时登船去了，你还担什么心呢？啊，所以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啊职业、家庭角色，按照世间的善法来做，啊，这才能够圆融无碍。我曾欺骗同修14万元，然后来念佛忏悔，被骗同修要我向你发怒忏悔，我答应了，我已受5戒，就在前几天不会再骗人了。现在我若去打工，收入很少，很难还钱。再去骗也不能原谅自己。我计划去做助产，就是开公司，为人提供生产过程念观音，以及不欲求子。以什么？以要求好子女的服务并收费，这样做如法吗？你骗了同修14万钱，这同修说明是自己的同参道友了啊！你用一种宗教方面的信任来做这种行为，这是很不行的。啊，那世间也有很多坑蒙拐骗的现象，但是在世间法里面，坑蒙拐骗呢，啊，虽然不能做，但还是大家都是充满机心，要追求利益，也有他的那种无奈之处。但自古以来，用一种比较神圣的宗教的这样的东西来做一种世间钱财方面的坑蒙拐骗，这是最不可原谅的。也是最卑鄙的，啊，这一定要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严重性，啊，因为同这个居士之间，他本身以为你也是信佛的、信因果的、受了戒的，他一般没有提防心理，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啊，于是你利用了人家的信任，这种信人与人之间信任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被一个人信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种信任。这种信任超过多少钱的价值？但是你利用这个信任来谋取你一种很低层次的一种钱财，这个行为是不可原谅所以你一定要至诚发怒忏悔啊！这个一定要，这不是一般的发怒忏悔，一定要这个痛哭流涕。
啊，一定不能再犯。但是你这个没有那么多钱还，你都要意识到这个严重性。你骗了人家钱，那你今生还不了，下辈子也披毛戴角去还，变牛变马去还。这个债务关系不可能，这个因果不可能消失的啊。但是幸亏有阿弥陀佛，你以忏悔心、惭愧心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之后，哎，你这个被骗的同修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倒没有关系。如果你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做好变牛变马的准备啊。那么所以你要发心，今生能够还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还钱，还一辈子，自己过节俭的生活啊。但你这个钱你不能说你要还钱你就抢银行去还钱，那就更不行了啊。你一定要有道德的职业正业啊，去赚钱。你赚不到那么多，不能想入非非。很多人这个求财之心太切，就想入非非，就做那些非道德的手段，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你只是尽你最大努力，能还多少还多少啊，最后你就是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可以。你这个做助产啊，做助产是可以，但是你不要帮人家去什么啊，去堕胎呀 啊这个行为都啊，如果你为了钱啊，你跟我啊这个参加一个堕胎就能给你多少多少几倍的钱，你就做呢，那你可又不是造了杀业吗？啊，这些东西都要注意了。好，请看这个往上听。念佛号是不是可以化解我说话时的毛病，就是说话不连贯，带有一点轻微的结巴，总很想跟别人沟通，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不出太多的话来，这一直是我的心病，请慈悲的大法师开始。念阿弥陀佛圣号是可以完全化解掉我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吗？哦，你说一个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原来就有口吃我曾经也非常苦恼过啊，也可能我多生多劫造了很多口业啊，造了。所以这个读中学的时候啊，特别是骂人的时候啊，骂死啊，这个甚至念了大学，念大学到了大一的时候还是讲话不利索，就是这个那时候正是虚荣心很强的，这不行啊，这要去，当时我就到处看这个矫正口吃的什么地方，哎，上海有一个医院啊，我记得叫张锦辉还是什么，那个大夫专门开了一个矫正口吃的班，所以我就请了假啊。那个矫正口吃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一去，这个张锦辉大夫跟我们上课，他第一句就是说，我是20多年的严重的口吃患者，严重口吃。哎，这一听特别有意思，他讲这个口吃啊，就好像在他跟我们，我都觉得他在跟我讲一堂哲学课。他口吃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往往比较聪明的人会有口吃啊，就是他思维比较快，又想表达，但是就像这个词语呢，在门口本来就是一个一个词出去的，结果呢他是几个词卡在那里都出不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口吃患者是虚荣心很强，他很想把话说好，但是恰恰说不好又很想说好，所以他当时我们去的这批全国各地去的口吃患者啊，在一起交流，其中我有个甘肃的
特有意思，他严重啊，他特别严重啊，他讲哎呀，我为这个事情我都要自杀呀。我说怎么？他说我找女朋友找不到啊。他这个他确实长也长得不错，工作单位也还挺好啊，就因为这个他很想在女同胞面前表现呢啊，比如说这个跟他介绍一个女同胞来啊，一见面他第一句话就完蛋了。这个他可能想这个叫我叫什么名字的呢，我人家女的应该赶紧他很想把这个我表达出来，但最后我就表达不出来。他说他有天去买鞋子，他鞋子呢本来他要穿41码的，但是就说是人家说哎你要什么鞋子，他就赶紧改个39。买了回来穿不了，他就这样，他很苦啊，这是啊。这个电话响了，电话响你不敢接，但你他这个哎呀，他说我的名字。哎，他一说，所以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张静辉大夫说，他是个先天性问题，心理问题，他不是个器质性问题。哎，他就讲这个，所以他为了这个呢，就是破除虚荣心，啊，破除虚荣心，他就到让这些口吃患者到公园里面去练习讲话，一个大幅标题，口吃患者这个就是。把你破除你这这口吃患者是最怕自己别人知道自己口吃，现在公布出来啊，我就是口吃患者。哎，你公布出来，他心理障碍把它撤除，把这个心理问题解决之后，在技术上好办，技术上你稍微减慢一点速度，稍微减慢点速度讲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语速就可以。我呢是听了一上午课，我就觉得我的问题解决了。交了一个月费用，我第二天就回江大了。就江大我就哎，我一明白这个道理是心念性问题，这个心结打开了。然后他发了点辅导材料，知道这个怎么这个带有一种这个浮悬的去讲啊，或者慢慢去讲。哎，我也经过了大概半年，这个比较慢的速度讲，哎，再一恢复就好了，啊，所以你这个口吃，啊，口吃你首先要明白这个口吃发生的机制，啊，这个当然我现在呢，这个讲好话的时候我会讲的比较流利，我一旦讲坏话的时候还是我不是，这个哎，我觉得这还是，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讲这个不好话的时候，就让我口吃，是说明我内心有种让我不要造孽的东西在里面。如果讲别人的坏话，诽谤别人，讲得很口溜，那我这个造孽造得可大了。一旦讲那个，特别是跟人对骂的时候，我是最不行的啊，最讲不出来的。所以你千万这个对这个口吃的问题啊，你首先不要有啊，不要有这个虚荣心啊。比如你最怕别人嘲笑口吃患者，现在是你就他嘲笑你笑我也笑啊，我也嘲笑自己，你就好了。你不要人家嘲笑你怎么嘲笑我，你更麻烦了啊，你就你嘲笑我也嘲笑自己。你把这个面子放下，价值放下，
哎，心理上没有问题，然后再加上一些技术手段，这些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啊，所以这就有点顿悟，你顿悟这一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去矫正它，那真是难以上青天。我才那个张景辉他说，他是一个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的，为了解决口吃问题，从国内到国外，全世界跑遍，跑遍。总结20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么一堂课的东西，他是和花了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历程啊，实际上就是一堂课就能把它说完啊，所以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些能不能对你啊有帮助啊，我希望你顿悟一下啊啊，顿悟一下啊，你这个啊你口吃还有一个什么呢？口吃贩子还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一般的正常人他也会有一些口吃啊，比如紧张的时候或者发怒的时候，他也会我或者你你你，但是正常人他不以为自己是那个啊是一个什么问题，他这个心态情绪平和，他这样说话什么，但是那个口吃患者不一样，他一旦有从一个字他都觉得不得了，我又口吃了，我又不得了了，我又怎么样呢？他给自己戴帽子。如果你心里都把这个我几句，你心平和就好了。他这个我一下，他不得了，很紧张。这一紧张，哇，那又紧张，哇，那就不行了。最后要他想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完，把这个我是啊，这个是想把这个全身力气说，这个是就出不来。于是他就像打架一样的。啊，这个人呐、啊，这个有时候想想人很苦，有时候就是超越不了这样的局限性，啊，就好像我们人，有时候从道理上明白不能跟人家过不去什么的，但那个冤亲债主在面前，这种怒火它就是起来了。一起来他就怎么也控制不住，必然要打架，甚至有把刀来了，一定要捅过去。这个人呢、啊、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孽障，这就是烦恼啊，这就是积压了多久的一种怨气啊。尤其我们这个，他跟整个社会的，这跟整个社会的情况那个，一个人如果他怨气积压得很久，如果在单位上受压抑啊，社会上的这个宣泄渠道不行什么的，他往往一件小事就完全的这个爆发出来，就成了一个非常恶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学佛教的人呢、啊、一定要善于化解，首先要观空，诸法的空性确实就无毕竟空无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幻化出来的，都是我们妄念出来的，你当体一定要看空啊，然后把心安在这阿弥陀佛上，那你这个妒气会化解，怨恨会化解，贪欲会化解啊，你的口吃的毛病更没有问题了啊。口吃毛病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很小的问题呢，你一定要看到它的那种纸老虎的这个特点。但你看不出你这个口吃的这种不能征服，不能克服，是你加上去的，是你错误的观念，是你的力气加上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你不加持他，你手就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啊，这个别人是说我口吃，我也说我是口吃患者，你把虚荣心彻底放下，哎，心里没有障碍，你什么都通达，这样这里面是有点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也是经过了基本上7、8年的口吃的困扰，就听了一堂课给我解决掉了啊。净土中教程第12章西方净土本体论中，以无量因缘称性而起的妙土的称性怎么理解？称性是称合法性的意思，就是我们啊、
凡夫做很多的，无论发愿呐、做事啊、谋划呀、策划呀，这些都是心意识的东西。心意识的东西呢，它是一个生灭的现象，啊，它不能久长。所以，比如说我们承诺一个东西，常常会变卦，是由你的心是虚幻的心所承诺出来的，它容易随着这个时空态的不同啊，境遇的不同，它会变。那嗔性、法性就是实相，它是至少是破无明的菩萨，同生性菩萨。这个法性它是不生不灭的，根骨更新的，它是真实的啊。所以从阿弥陀佛的48大愿是从他的法性里面出来的，不是他的心意识里面出来的，这要注意。所以阿弥陀佛的发愿的那个时候的水平就是8地菩萨的水平，至少是初地以上的水平，他发出的嗔性的大愿啊。如果这个愿它一缘起都是心意识里面的东西，那都是靠不住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嗔和法性，法性就是实相，从实相之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从诸法的空性里面所由他的大悲愿力所升起的啊，由着这个悲愿，由这个悲愿就产生妙有，这就是从真空借助48大愿的中介升起的这个极乐世界无尽庄严的妙图啊。所以当时我写净土宗教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图示，首先你要证到诸法的空性啊。任何佛菩萨要庄严净土、建立净土，他一定要证诸法的空性啊。然后诸法空性，如果他从空性里面不能升起同体的大慈悲心，他就会取证啊，取证偏执涅槃啊。如果他有慈悲心，他就要庄严净土，饶益有情，他就会以他的愿力从这个空性，空性是无尽的宝藏，他就会升起有。因为空性里面是包含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的，含摄十法界的啊，所以由这个悲愿就能产生无尽的庄严啊，包括华藏世界无尽的庄严，也是毗卢扎那在因地啊无量又无量劫以他无量的因缘呈现而起的啊，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啊，是这么一个人。有人讲《无量寿经》说一念净性即得往生，所以我已经往生了，所以我不需要每天念佛，甚至一天10000声佛号。你一天10000声佛号说明你是信心不足，请问根据经典祖师或实际情况如何驳斥这种观点啊？这种观点原来也有人跟我说过，他是这个佛说法一定要理事相悖，理和事都要具备的，你不能只理废事，当然也不能只是迷理。无量寿经是把净土法门圆顿的这一面，用这句话说，一念净性即得往生，只要我们具备一念清净的信心，就能够直通弥陀的慈悲愿海，阿弥陀佛的愿海光明把我们紧紧的摄住，就能够保证往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你有不有一念净性，一念净性不是那么容易承担的。这种清净的信心是什么？《金刚经》说得很白呀，啊，这个清净信心则生实相啊，也就是说你这清净心、清净的信心就是实相的心呐、你有实相的心吗？你没有实相心，你怎么说你有清净的一念清净的信心呢？所以这完全你是要明白自己，我们多生多劫以来是具有怀疑的这种根本烦恼之一的，怀疑是根本烦恼之一的。所以我们在凡夫的这个层面当中接纳这个净土这样的大不可思议的佛的果地上的妙法，我们只能说有一定的信心啊，或者多疑多信少疑，
但是里面你说100%的圆满的信心，你就一听你就具有了，可以说难得其人，很少。我们只是有一点的信心，里面是夹杂着怀疑的。我们过两天会讲，就是观经讲上品中生和上品下生往生者，他临终的时候都有怀疑，怀疑是不是真的有进度，怀疑是不是阿弥陀佛真的会来接我。啊，那中辈和下辈更免谈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一般都是夹杂着怀疑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在事项上一定要勤修三福，一定要支持名号，就是用支持名号来断疑，断除我们的怀疑，把我们的疑根断除。所以你支持名号的数量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种说我已经往生了这个你念佛说明对阿弥陀佛信心不足是没有必要的，你完全就是邪知邪见了，啊，大家不要去听说，啊，所以啊，一天10000声是底线，30000声、50000声啊，我们净土宗祖师都是这么开导我们的，你不要去听这些谈玄说妙的东西。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不具备他已经往生的一念净心的资格的，啊，但是他往往自欺欺人了，啊，甚至连持戒都不要了。我已经往生了，我就很潇洒了，吃点肉喝点酒也没关系了，持五戒，甚至还有，如果他不去持五戒也可以，甚至接受这套观点的人，原来受的五戒还退戒了。这都是很邪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听从。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